提醒您下期看点，夏日精彩合集，豪华大放送，夏日校园大作战，众人难逃游戏魔咒。一、二、两个不要再挑战了，这应该是极限了。大闹夏日学堂，我们听到的跟音乐放出来的是不一样的，内心好强大的。夏日旅途嗨玩不停，花样旅行团青春来袭。我是吉祥旭，欢迎你们。他在家里画了娜娜，两个法令纹好深啊，我觉得有心就好了。好老实，真的快乐。这个突如其来的热情是怎么回事？行李箱首度揭秘，辣椒萝卜，辣椒萝卜，这是豌豆子炒肉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哇，全是粉色，这是我的箱子，我把这辈子交给你了，啊，这也是悲剧的意思。最梦幻的夏日浪漫，男神告白，谁最让你心跳爆表？哦，我这个人不喜欢主动，还没怎么着你就已经到墙壁，你还是。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快乐大本营被你承包了。耶、yeah! ！我不能失去你。我刚刚已经有一个鱼塘了。我给你买两个。你们都上哪批发的鱼塘啊？当最甜蜜夏日情侣档惨遭残酷考验。马苏吧，怎么也那么肉啊？马苏吧，怎么也那么肉呢？也是马苏的吧？哎，这个应该是 baby。会板在哪？又是怎样的考验让他们斗嘴连连？这是我的错，我错了。那你错哪儿了？明白你错了哪儿，你才能改正啊！要不然你永远都是错的。有时候他不是我错了呀。最温情的告白，反正放心吧，一直在你身边。下周六晚，一起嗨玩不停。喜欢明日的精彩。